六爻断卦有多种切入法，比如用神法、动爻法、元神法、适应法等，并不是一定要找用神才能断卦，也不是只有我断的方式才是对的。我一直强调，只要符合卦理的解卦就是对的，切入法不同，看的角度也有区别，但是结果是一样的。我们允许多角度切入，因为事件的本身也是多角度的。比如预测官运，如果单看官鬼爻旺衰也可以定吉凶，但是从其他角度切入还可以得出找了什么关系人、是否花钱了、调去的单位是否满意等。多角度解卦会让断卦更丰富多彩。本节讲的是动爻切入法，这也是古代易经中最重要的断卦方法。在古易经中有专门论述六亲发动的，比如父动当头科子孙，病人无药主昏沉，因亲子息应难得，买卖劳心力不存等。六亲就是父母、官鬼、兄弟、妻财、子孙和代表我的世爻，各节专门论述只有一个爻动的情况。父母爻发动，它的指权就是科子孙生兄弟，比如预测疾病，子孙爻为医药，子孙受科主医药不起作用，病人整日昏昏沉沉不见好转。如预测婚姻，孙爻又代表子女，被父母爻所科，表示子女难得。预测买卖生意，子孙爻为财源，父母是辛苦之神，得父母爻发动科制子孙爻。如果无财爻发动解救，如买卖操心费力而没有利润，生意做不长久而中途改向。预测行人，得父母爻动代表有消息书信到来，如果预测官司，父母爻代表状子书面材料，而不是代表理。财爻是理，财爻生哪个方面哪方面有理。预测科考，以父母爻为用神，最喜父母爻持事，旺相发动。比如预测失误逃亡，父母爻发动不及，表示要遭诉讼或通缉。子孙爻发动，科官鬼生七财，官鬼代表工作也代表疾病，子孙发动就不利于求工作，却有利于求医问药。预测行人安全，由于子孙是排忧解难之神，所以行人身体健康一路平安，预测买卖求财最喜子孙发动，因为子孙发动生助财爻，主生意买卖得利颇丰。预测婚姻是否能成，可以肯定是前世注定的姻缘。子孙爻又问孩子，预测生产表示将要临产，且子女容易养。如果预测官司，则表示私下和解，不用惊动官府。子动不利求名，不利拜会当官的，因子孙科官鬼之故，宜安分守己，不宜妄动。官鬼爻发动，科制兄弟爻生助父母爻。如预测婚姻，则与上段正好相反，表示对方有疑虑而迟迟不肯允婚。预测疾病，得官鬼爻发动不及，表示已得疾病，即使是预测耕种也不是吉利的。预测出外逃亡避难等，得官鬼爻发动不及，官非辞诉之事无法逃避。预测买卖，得官鬼爻发动，则表示不注重钱财，耗费开销较大而利润较小。预测赌博，表示输钱，如官鬼科制事爻则必被抓，如果预测失脱，则表示难寻，且有见不得人的事在里面。财爻发动科制父母爻，不利于文书考学求名等与父母爻有关之事。财爻发动最利将本经营类求财，预测婚姻也是吉利的。预测行人
者才要发动，则表示在外行人蒋动未动。但是具体要看六亲为何人，才能具体来断解。才要发动，预测产妇生产急，易生养，事物要具体看所施为何物，根据具体卦象来具体断骨解。预测疾病，者才要发动，则表示病在脾胃。兄弟爻发动不利求财，如预测疾病，则兄弟爻发动则有病尚在身，一时很难治愈。预测考试，夺标则为忌神，因为兄弟为同伴，又为主治之神，夺标之阿克。如果预测官司，则表示有隐私暧昧之事，耗费钱财。预测生意、买卖经营等事，则兄弟爻发动不及，则旺凶发动，则表示连本带利都要赔进去。买币求妻都是以财爻为用，所以不顺利。我们如果从这些动摇角度入手开始分析，把官鬼、父母、兄弟等做出人与事物环境的比拟，以及这些人与事物环境对七财爻或子孙爻的影响，做出合乎于常理的推断，那么推断出来的结果会更加有理有据，又在情理之中。下面我用具体实例讲它的切入法。第一，女测自己穿的是什么衣服，水风景便砍为水卦。传统的断法以父母为衣服，上下两个父母爻，父临子水主黑，上衣是黑色的，下边父母亥水为用神，和福神寅木是黑棕带杂青杂绿的。那我们根据这张图片可以看到，的确是断对了。以动摇切入呢，官鬼有金为动摇，化无火回头科是有一件白色的衣服，就是说之前穿的是一件白色的。反馈说呀，白色的，我昨天晚上睡觉穿的是白色带绿花的衣服。有金和丑，衣服腰背处弄湿了，五聪子烤干，这个衣服被烤过，实际呢是这个孩子半夜尿床粘到衣服上，用电吹风烤干后急着上班，这件上衣没有再换。以动摇为切入，应用取向断卦分析单刀直入，比取用神有时候会更多出一些形象。例二，这一个男士今天会出来吗？他是在监狱中，子力比较特殊，是个静卦，是从暗动之爻切入的，不是明动爻。以无火暗动爻看，他还是凶爻，是用神爻，所以能出来。这里有一个问题呀，就是无火算不算旺？如果不旺，则为日破了，子力显然是日破了，因为他在月为休地，有事爻无火凌空。不过应该注意的是，无火凌空，所以日见方面它体现的是冲空，这就与单纯的日破是不一样的，更应运用冲空的理论，所以冲空有冲出来的意象，判断它会出来。不利的是呢，有官鬼亥水符，所以它还是有官非缠身，并不能完全解套，应该是监外执行。实际呢，他是因为身体弱申请保外就医。第三，女测自己做了个梦，是不是真的有鬼？这烽火家人变地火明夷卦，这个卦我在大群里讲过，官鬼之卦。我们可以直接看动摇，即看五摇及六摇位。上摇卯木动化四火，凶临玄武主甲，又化回头冲科，所以这不是真实的人。五爻白虎回头又冲，并没有真实的路上人出现，因为上卦的爻均为主断的关系。二，四火从三爻复，复又合日和动爻卯，事下伏鬼，这是做梦了。就是说这里复成了核心点，而复在三爻床位，所以是做梦了。三，凶卯威木
三八数而得日生未旺，这个梦还不是一个，应该是连着的三个做一个，会因为有金冲而惊醒一下，然后又睡，加上藏爻卯木为神经被酉冲克，有点精神恍惚了，把梦当成现实。那么都梦到什么了呢？一个是腹下有一个酉，鬼伏腹三爻下，这是他心中的鬼，梦中的鬼，白衣女人，是一个有点像是穿长裙子的白衣女人，上边瘦下边大的衣服。二个又梦到一个女的，三梦呢是四冲害又四有丑三合，还是半仙半鬼的梦中人。这个爻临白虎发动，又是化亥水赋，这是打开了门，五爻为门户，这是梦中人开了门。然后合丑朱雀，梦中挂主梦中说了一句话，说你找谁，或者是对方五爻白虎有点凶的样子，问你想做什么。挂主是爻丑有点心虚，说没事。之后丑科害丑和巳的关系，对方就退出去关上门了。然后子孙巳火也参与冲害合巳，可能孩子听到了也会问妈你和谁说话呢。第三个爻到人的是卯，玄武这个不重要，在上爻位应该是没有交流，只是一闪而过，在五爻的上边应该是在走廊类的地方走过了。总之死力无鬼，是卦中心中有鬼而已。通过以上三个实例的分析，对于正确寻找断卦的切入点，如何取向断卦，以动摇切入分析事件吉凶，大家应该略有了解。一是找与动摇用神有关系的动摇最好的，比如用神为官鬼寅木，动摇为身则直接是相冲关系，此时的动摇最有效。二是看动摇的指示方向，在动变中看与何爻产生影响力和作用力。三是动摇是否临日月见，如果是与日月见发生关系，则它的指示性更明显。总之法无定法，要以实际为准绳，不同的卦切入也是不一样的。